想收息但又不够资金，为了可以令大家贴地收息，我们揀出了50只热门的收息港股，帮大家严选出7只入场费低过5000元，而且息率可以高达28厘的收息股。今集我们更加请来海基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比比为大家逐只点评，最后还会有比比的收息推介添，不讲那么多了，去片。